一春风城市华虹工业燃料油有限公司在厂区空地倾倒大量煤焦油等危险废物，并覆土掩埋。中央环保督察组工图环保督察回头看问责630人首批督察共与50名省级领导谈话，被督察地区完成查处3206件，罚款5807万元。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过由6个督察组生态环境部昨日通报，2018年5月30日至6月7日六个督察组陆续对河北、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南、广东、广西、云南、宁夏等省区实施督察进驻，共收到群众举报12817件。截至6月15日六个督察组均完成第一阶段省级层面督察任务，共计与126名领导干部进行个别谈话，其中省级领导50人，部门和地市主要负责同志76人，累计走访问询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100个，调阅资料 3.5 万余份。为发挥督察震慑效果，六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按照有关要求和程序陆续向社会公开了一批督察整改不力，特别是表面整改、假装整改、敷衍整改的问题，对一些地方弄虚作假、表里不一、敷衍应对的整改行为进行了公开曝光。截至6月14日20点六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共收到群众举报12817件，受理有效举报10608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被督察地区交办转发9995件，各被督察地区已完成查处3206件，其中立案处罚641家，罚款5807万元，立案侦查75件，拘留58人，约谈365人，问责630人，通过边督边改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生态环境问题。预计黑森性举报不属实比例较高，不过生态环境部通报广西尚未上报刑事行政拘留人数和问责案例，河南、河北、黑龙江三省上报的群众举报不属实比例较高，当地党委政府要引起重视。根据回头看安排，目前各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正在开展第二阶段下沉地市督察，并继续受理人民群众生态环境信访举报，下沉时间15天左右，通过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现场进一步调查核实具体问题，坚决查处表面整改、假装整改、敷衍整改的生态环保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并督察督办群众反映突出或重复举报不断的生态环境问题。